进行，我们要做了一件难的事，那就是。 嗯，要学会专心的走路，但是也可能呢，这个世界上也是简单的事情啊，也是不容易。 不容易的原因呢？因为我们形成了强大的轮回的串习，我们有太多的。 幻想，还有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这种累积，各种累积，它都会产生。 强大的力量，这些力量呢，它在主导着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修行呢不容易，不是因为。 我们所要体认的这个心，是多么的复杂，多么的深奥，就是这个心，这个清净的本心。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，也可能他太平常了，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相信他，不相信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因为我们内心的。 各种妄想，各种串起。有着太强大的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凡夫心的轨道里边走出来，所以就会使得我们。 没有能力去体会我们的本心，所以禅修它也是需要通过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过程，需要通过不断训练的过程。 这个训练，并不是说我们要修的这个心，我们需要去训练。如果单纯从对本心的认识来说，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事的。我们做任何事。 都是多余的，所以这个佛法里边讲，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你有期待，有目标，有追求。 有设定都是不对的，因为目标设定、期待，很多时候也都是我们分别心的作用。 那有的人也可能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：，那我们学习的教理，不是要我们断烦恼吗？不是要我们追求解脱吗？不是要我们任务涅槃吗？那么这些。 似乎都是一种目标，但其实呢，这些目标，它只是对峙我们的幻想、烦恼、生死、成劳。 当我们这些妄想、烦恼、生死成、成劳都没有的时候，其实所有的目标都是需要换气的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：“法善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 如我说法，如法意者，都是一些用方便，在我们的本心里边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多余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目标设定、方法，就是我们是没有能力走出防护心。 就像过去，这个中国佛教啊，因为禅宗的盛行，因为禅宗是直指,指本心，直接指向我们的本心，他没有许多的这些次第、目标和说法。当然，这是很直接哦。 因为在这个真心上，它是没有任何的概念、名相差别。但是也有的人因为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禅宗的认识之后，他就什么教理也不要学了。那如果什么教理都不要学的话呢？ 那我们可能就会顺着我们的凡夫心。那其实我最后，最后我们是，我们一方面我们没有能力去体悟我们要修行所证悟的目标，这个核心点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走出自己的凡夫心，我们根本就告不着。所以。 我们要认识，我们就要有禅宗的这样的一个见地和高度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要去了解佛陀社教的用心，苦口婆心。所以佛陀讲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说。 这个洛南言：“如来有说法者，即为谤佛。为什么说如来没有说法呢？因为在第一义地上，在这个空性上，其实是没什么好说的。所有的说法，都是一种方便，都是一种方便。但是对我们修行， 我们走在这个，我们要走出迷惑的泥潭。我们要舍凡护心，我们又不能没有这个方便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方便上，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抵达修行的核心。 所以，这样的一些认识，对我们修行来说，都是很重要的。